从来都没有信任过你，一直以来我都在利用你，我接近你，照顾你，替你疗伤，都是为了有一天可以亲手杀了你。你教我对待自己的仇人不可以信任，我现在再说一遍，我从来都没有做过，你是否相信我？既然如此，那你现在就可以选择把我杀了。这才是我送你的礼物，你身边危机四伏，你必须随身带着，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。这不是你一直想看到的吗？人间的聚散，时光流转，何为不变，不过相反一片，恩怨纠缠，也尽管情无余生，数一纸誓言，风起云散。请替我告知方府上下，从今日起他就是我的人了，除了我谁也不许动他。这件事不管是不是穆提做的，今天我必须把他带走，谁也阻止不了。是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